前天要来讲那个十八章老师勾的习题，他勾了十八的十五、十八到十九、二一到二三、二五、二七到三十。前面都要做吗？前面都要做。前面课本里面要做，要做。有。前面也要。课内的。好好，那我们从课内开始好了。好好好。听到了。课内的，课内的，课内的。这部影片也会录很久，录到我手机爆掉。哎呀 ，solve problem, write a。可是我外面会很雨很大，现在蛮大。所以我刚才趁那个雨变小的时候，赶快撑伞走过来。好，18:01，算了。哎，我们从后面开始好了，因为觉得前面其实蛮简单的。你要花我们精力在后面比较难的地方。好，18:05。八点钟，那个他说要比那个酸性，比酸性。好，比酸性的话谁最酸？A 的话你看有醋酸，助教觉得改的怎么样？改的，哎呀，好累哦。就改的怎么样？是改的好吗？就是很多错吗？很多错啊。老师配分都写好了，他有没有发挥空间？是不是？一个两分。对，全对全错，这样子哦。没事的。我们希望第三次有一些发挥空间，因为第三次的话，他应该。可是他不是有写什么其中一个吗？其中一个，有那种。有，他有写其中一个，就是那个 final。Indicate the hydrogen atom, or indicate the hydrogen atom. 好，看一下。ketone. Sorry. 交换一下位置。这谁？这个确定20，这个大概44，这个大概16-17之间，好，这样子。这个背一下，对。然后考完就完了，醋酸嘛，最酸嘛，然后这个叫。双键的 alkene， alkene 是50，是不是？然后 alkene 是alkene 50 ，alkene 大概会在，老师说50，我以前课本写60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身边有上案也是说60左右。好，不过50-60没什么人呐，所以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可不要再等等等等嘛。下一个。这真的是有背景音乐，老师可以了。我想教。好，下面这些有些有点混乱，看一下怎么办。加电子，好。这边有个溴，这边有个氢，因为它会拉电子，所以它会让这个氢更想跑出去。然后大于这个，因为你看这个一个卡波尼奥旁边阿法碳会有酸性，所以两个卡波尼奥在一起的阿法碳会更酸。下一个。为什么有那个 Br 的会更酸？我知道了，因为 Br 是拉电子。对呀，我想想，好，有 ester 会不酸一点，因为 ester 会稳定它，有 ester 比较不酸啊。这个回到单一的ketone，这就还好，不是温油。
对，你可以把这个抽出来，把这抽出来转一遍圈。啊？可是你，可是里面好窄哦。抽出来转一遍。可是。哎，好好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哦，你好，好可怕哟！对对对。可能可以穿。哦，你好像小学生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下。哎，赛迪这课本这边没印好，他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？你看他这边印成两个点，有没有？嗯。对，那不是 long pair， 那个是什么 ？H。好，就是好，我们这边画一下课本，把它印成这样子。虽然是没印好。反正它这边是有个 H 哦。然后他把它截掉，变成两个点，就像 long pair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比一下这一节的顺序，所以是，哦，好，我懂，好，一样，这个最酸，然后他这边放了一些人，就是，那为什么我这边特别酸呢？都是有力的。哦，这个有两个，但是有 S 的会比较不酸一点。为什么他用 S 弄什么？他会让他变弱。我想想，原本是在这边在拉电子嘛，所以他需要人提供电子，就是他被拔掉之后，这个电子可以提供过来。但现在变成这个也可以提供电子，所以就不需要这边提供电子，所以他比较不酸。哦，好。好，这是18点数。好，然后我们去看18题。嘿，好，大玩具。18:18。好，他说，哎，小题。好，这个东西，我不应该一直在讲这个东西，我应该要知道它的名字，但我忘了。Cycle 什么？这很明显就是欠被 SN2 打，对。然后 LDA 是几点？哎呀 ，LDA 长怎样 ？LDA 就是长100个氮 NH3， 你把它狠狠的拔掉一个氢，就是可以变成这个 NH2， 然后 H 正嘛 ，NA 吗 ？NA NH2， 然后这 PK 是38。好，然后 LDA 就是 LDA 就是。它被拔掉，它直接换成锂会解锂，然后变成这边想要一个氢，但要不到。好，所以它是强碱，它的 pKa 是，它它 pKa 也是38，所以它也是氮这样子，也是38。好，不用 NaNH2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有立上键，NaNH2 可能会做其他事情。好，继续来这个，所以它的效果其实差不多的。Yep。好，可以。所以就看成，好，这边有个氢 ，LDA 是个 base， 我就写 base， 然后base 去拔这个氢，然后它打过来，共振式就不画了，反正用到。嗯，为什么老师会画共振？好，我画一下。那你是？这样子，然后有人说是这个打下来，这个再去打别人，也可以直接用这個打别人，也没差。好，有这个吗？有人说是这个打下来，然后他再去打别人。如果比较难比喻的话，可以这样子，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就有你的产物了。哎呦，我忘了画箭头。我现在有在镜头里吗？哎，有。有。这边有吗？这边有吗？这边有吗？这边没有，可是。这边。有。好，好，那我再走这边。就是看不到主角的是。好吧。就看到他的头被切掉。好痛。P H， 好，就这样。好。好，那我们把它
左边黑板撕掉。叫做 Hello Form Hello Form Formation 炉房反应，所以就是找一个乳素 H2， 然后放在碱里面，它会把这个形。在 alpha 位置加一个 show， 但现在还有一个氢在那边，再叫那个谁，碱再去拔一次。好，我这次换不同方式，因为有人说就是有什么不同画法，说这个可以共振上来，一路共振上来，就会得到这个很像一浓的东西。可以写秀富或是用刚刚的 BR 都没差，反正两件事情都会发生。打下来，接过去，我操！这边是甲基的话，这个浆可以脱掉，但现在不是。哪边是甲基？那边。如果这边没有这个话，它可以脱掉。嗯，可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电子的地方，可以在那个很多电子的地方打在一起。谁呢？就是秀有不是有很多电子吗？嗯。但为什么能够打的？Sorry，my bad。好，那果然是要这样画，我错了。这样子。Sorry。好，这个反应就到这边了。会有接下来的反应，那如果是这一颗的话，就可以掉下来。现在只有一边的阿法有心可以拔，另外一边被甲基占满了，所以就拔这边的。LDA， 哦，好。如果我直接写结果，能不能接受呢？嗯。好 ，LDA 拔了一个亲，然后他打他。好，练习，稍微练习快速的看产物。嘿，这个心被拔掉，他去拔这个作为深处，然后会不会拔第二个呢？我觉得不会啦，因为这边
又怎么才能确定他太子？看配合，对 ，Stairs 听着，太姐应该不会有这种惨。那如果是那个 Matthew 呢 ？Matthew 那个 Bromo 可能会有哦，可能会，所以可能会进去两次。对，可能会进去两次，但考试不用选择，考试两天就好。对，要调控到这样的话，可能还要特殊的环境。嗯。哦，好，接下来朱小题。我们要做类似的事情，跟上面类似，但是这次这边是一个甲基那边，所以它最后会跑掉。好，假设我们已经都接好了，它这边有三个星嘛，所以可以接三个，一二三 ，I。好，你看这边两个星。所以最后接两个，好，这边三个星，所以一定全部接满。不，对，他不可能只有接一个，接两个。不，会接满。所以他会一口气全部打掉再。因为你看，其实一个点上去之后，点不是爱电子嘛，然后所以他希望氢赶快滚，质子滚了之后，他那个碳。氢键的电子就会回到这个点上面，然后继续被这个卤素拉，所以一个点上接上去之后，这个上面的氢会变更短。我感觉就会跑得更快。对，它会继续再接上去。好，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叫水来。假设我把氢补回去，就会变这样。这是一个检验甲基酮的方法，甲基酮，因为它检验方式就是你加 I2 跟强碱，然后阳性的结果是会分成两层，就是这个水性嘛，啊这个你看不溶于水，所以会雾的，反正就分两层。好，朱小琪，来，大家看我一秒擦黑板，星。安卓星，好，你问你名字之后你，然后一秒，我能用这个写，看一下，你是角色，可以耶，真神奇，什么角色？什么意思啊？角色不是，不是，不知道很多人都觉得我听起来声音很角色，不是，可能很多人都这样问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第一步加 LDA 法氢，第二步加那个要被 N2 打的东西。好，氢拔哪边？现在是重点。氢拔哪边？拔左边的话没戏唱，拔右边的话它可以进去苯环共振。好，所以我先拔右边。那再把它接上去。好，这个写答案。pH， 我怎么写 RH？ 好像没差，看得懂。一二，好，碳数都对，一二三 ，OK， 噔，好，没错，吓死我了，好，接下来 ，F， 什么？竟然用？酸性条件它会做吗？酸性条件它会做，借会。
先抄一下，我查一下这一题，怕写错。说那个会全部加上去，这个只会加上去一个，它会先被 format， 然后这边带一个，然后工程上去，工程下来。你说那个 BR2 是 B 是 BR square 吗？哦，还是几？哎 ，BR square。两个会手牵手，然后做一个移动体重的东西。其实很奇怪，
轻，少一个轻。好，这个场会变这样。好，大家就这样过去。先被波尔重新。西蒙，你不要忘记，就是把那个，马克笔，的那个，对对讲。哦，我上菜那样子，吓死我。然后，他会留下一个阴离子，去抓这个氢。哇！出来的这个接他这个键共振下来，这个去打他。哦，终于出来，吓死我！好，虚惊一场。喂，好，这题呢？哦，好，接下来这真的是要放 mechanism， 是8:19的 A， stepwise mechanism。好 ，O H 负。把它往出。
现在影片几分钟了？我看一下。嗯，31分。哇靠，31分钟。对，分段，然后还要存到电脑，然后再来一次，然后我手机就这样一直被记忆被拉扯。啊，多做几次啊，真的多，啊，就是。那那个 spectroscopy 用考吗？我希望他不要考。你可以暗示一下老师，问他要。后面光谱啊，每车后面都有光谱。光谱吗？嗯。真的，老师他很爱考。啊，老师很爱考，这个老师很爱考，对，是哦，你懂他，嗯，好，那我再问他，老师爱考 IR，IR 不怎么考 ，IR 不怎么考。